民党在，中国国民党在，中华民国加油，中华民国加油，中华民国加油，台湾加油，台湾加油。非常感谢各党团都能够到场致意，经过了一个会期的磨合，我想这是第二个会期，在很多事情很多委员都更趋的熟认啊立法院相关的议事。接着下来这个会期是国家总预算的审查以及重要人士的审查，我想此时此刻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秉持民意，能够理性善意的，大家能够好好的做各方面的沟通啊，各方面的人民跟政府之间的桥梁。请放心，我一向给人家的赞美从不吝啬。朝野之间哈，是坦白来讲的话，是应该建立在良性的竞争上面，为了整个国家进步来谋福利。在野党挑战执政党是天经地义，因为我一半的时间在在野党，那执政党捍卫执政价值、政策预算以及法案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那这中间难免有一些诽谤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很好的文化，啊，很好的文化，斗而不破，啊，到最后，不管今天总预算怎么样，或法案怎么样，但是到最后总是要大家要协商，甚至在沟通协调的文化上面，良性争底下来追求国家进步。啊，中国国民党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委员，我相信在理性的问政、强力监督执政党。我们在野党大家有共同的目标，在这个会期再请中国国民党的朋友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